大家都知道，演员的作品是戏，歌手的作品是歌，那戏曲演员的作品是什么吗？演什么像什么？这个呢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考核的内容。下面有请第一组训练生登场。这哪个角儿上台之前没个怪癖？你在看什么？第一个真的压力好大。有人表面美丽大方，实际上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，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，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，好饿。不是刚吃完饭吗？我真的好饿，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，好饿好饿好饿。底嘞，和 you dance like a pro。哇，果然是练习了这么多年的人。谁啊？谁啊？谁啊？你别光站在这儿啊，你得吆喝着呀。来吧，大期待。陈任香因被扒出恋爱被迫退赛。实力选手于清因情商主动退赛。这是北京记性，你敢动我一个试试？我电视里面会的会长，我饶不了你。看不惯，忍着吧。那商老板肯定是 C 位的，对不对？陈任香也不错，还有周霄云，还有腊月红，还有袁小迪，还有。好多，我们这戏里边太多大腕了。其实说实话，就我觉得戏里的每一个戏子，其实他们的那个擅长的才艺都不太一样，类型风格也不一样。其实我觉得他们每一个我都，当然最 pick 的还是我们家班主啊。但是他们真的很好，就每个人出来的时候，我觉得都很可爱，你没觉得吗？就都很可爱，就很像你看《青春有你》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啊，这个我喜欢，那个我也喜欢，这个我喜欢，我也那个我喜欢，就很可爱，我觉得都。我家班主多萌啊，真的跟那小企鹅似的，多可爱，小媳妇儿，我们叫她叫胖丫头，那是导演给她起的，胖丫头。对，因为她的扮相，因为她的扮相实在是太好看了，
我们经常都说他一扮上那种戏曲妆就化成贴片子那种，就说我们全部输了，就他太美了，就所以我们就叫他叫胖丫头。我们班主吧，人好戏好人帅唱得好，那就是其实班主啊就是也没有胖啊，粉丝们他没有胖，他就是没睡好，有一点点肿而已。我们的班主还是很帅的，唱戏就是呱呱叫，长得也是呱呱叫，那在二爷的帮助下，相信我们的水云楼会越来越强大的。那个在戏里面作为程美心来讲，他也不是一个戏迷，对不对？另外他对从根儿上来讲，在刚开始的时候跟商细蕊是有结了梁子的，所以说你说 pick 我都做不到，但是我觉得至少程美心 pick 一下，我觉得程美心是京城商细蕊头号黑粉。